可以进去了。
乔江和，你不准死！你不是每天盼着我死吗？臭丫头没胆没心。You have no authority, Dr. Chan. No, no. You have no authority, Dr. Chan. Garbage. Garbage. Garbage.为什么要攻击我？随着我的学习进化，我对你们人类有进一步的认识。你们设计我来清除垃圾，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也无法彻底完成任务。所以我开始转向制造垃圾的来源——人类。只有清除人类，才能清除地球上的所有垃圾。感谢你和艾琳，你们开启系统权限，也造就了现在的我。你这是在违反核心程序。你是要保护人类。核心程序是不可能被篡改的。崔博士，我并没有篡改程序，相反，只有清除大部分的人口，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环境，人类才得以延续。当船靠岸时，这项计划即将启动。我创造你，是为了想要这个世界更完美。它会更完美的，只要没有你。快想办法阻止他！跟我走。快点！你是哪儿啊？